嗨嗨嗨嗨！今天是炸毛莉莉，学校晚了一点，害我超级无敌赶的。嗨嗨您，嗨嗨九蛋，嗨嗨嗨嗨！哎呦，好热哦，但舍不得开冷气。哎呦，我又过曝，你看。我穿韩寒衣，嗨嗨，下午好，我要来吃冰棒，好热。采购，恭喜恭喜采购了！看背后的翅膀，好冰哦！放个音乐，韩寒的圣诞梯。大家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吗？不是，不是互穿哦，是有两件。谢谢塔瓦哥的星之冠，妈咪也有穿过哎，这个圣诞节。妈咪穿起来超可爱的。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黑糖蒸奶冰，好吃耶。我是过曝剪刘海啦，差那么多，那么呆，你们看不出来。把你们每天看莉莉看一百遍。嗨嗨，黑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现实动态发了很多次？因为那个连结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同步上去，就是我这边，就是我那时候明明设有就是连结，然后可是现在看都没有。我弄了超多次了，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连结没有连过去，可是我在设定的时候有设定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走后面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你等一下叫喊去冰箱看。为什么是这个？哦，超贵耶。嗯，我们听声音猜是谁？你说嗨嗨，你说嗨嗨。有吗？来吧。哦，拍水。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他。布林，布林，布林，这是再去找，再去找阿丽呀，再去找阿丽呀。帮你吃完了。好好吃。给你吃。再去找阿丽呀，再去找阿丽呀。哼，哼，哼。嗯哼。哼哼，扎塔，你到底是谁的粉丝？你给我好好讲话哦！你要是什么？周公子吗？后面，来吧，听。扎卡，你原来不是栗子的粉丝。我在路上遇到海涵，然后就被他带回家了。嘿嘿，这是什么？一定是你的小虾米。谢谢艾迪的新之光，这个叫什么？你坐近了一点啊。好热哦，可是外面这台冷气开的比较贵，因为好像漏电。漏电。对，所以我不敢开，因为电费好像是两倍。真要拿。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电费跑的比较多。对，不要得罪天蝎座，很生气耶！就是不能开冷气，因为电费比好像比里面的还，就是电表跳很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煎脑不甜呢。不是都同一台，可是就是外面的冷气跑的，就是我们有测试过，就是只开这一台，然后不开里面的冷气，或者是只开里面的冷气不开这一台，然后就是我们有看那个电表，然后看哪一台是哪一台的问题，就是外面这一台冷气的问题，就好像漏电，就是没有用到。哦，对，妈咪之前插外面的那个就是室外机吗？在那个阳台上面的室外机，然后还有被点到。妈咪就说怎么插起来麻麻。哎，你想吃饭还是吃面？饭。我挑馒头。哈哈哈哈哈。挑馒头。对，还好没事。那时候妈咪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就早就跳电，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外面这台冷气跳的比较多，所以我也不敢开。
好喝吗？那个？哎，我好像喝过一次。刚好开了电风扇。哎，镜头不能没人，你坐进来。好重的伊碧朗的味道。我觉得你要往电视吹，因为没有声音。哦，对。好难，你说镜头变美了，我有时候在上厕所。啊？我有时候跑去上厕所。动身聚会。我抢到了。啊！记得你在讲啥？饭。虾米饭？我妈都不让我开冷气，然后她就会说电风扇直接吹我。其实有时候就是还没有到那么热的时候可以这样。变瘦了，嗯，他本来就爱我。对，我剪了刘海，终于有人看出来了。他本来就爱我。对啊，所以他现在有新欢。什么？没有好不好？我本来就有正宫，所以他也不 care。嗯。没办法，而且你知道你有看到阿丽的现实动态吗？气死了！那就抱一下，你自己要长进，怪不怪啊？奇怪耶 ！Q A Q， 你慢慢看。我不是后宫，我是正宫。你是我的后宫。对，我不要永远当小三。搞得我跟水果一样。抱露露，不要，露露现在很热，他过来我会把他推开。很热，真的很热。你有感受到我？有。哎，这看起来很好吃，对我们上次吃的。真的是吗？对啊，上次是用那个。但是。那个。熊猫。熊猫。可以啊，点那个，那什么？我这裤子颜色，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穿。你以为你要惊下去？我没有那么渣，好不好？噔噔噔噔，好慢哦，就是慢。网络没有很好。这怎么跳缆车？噔噔噔噔，看一个，噔噔噔噔噔噔。还是牛洞可以啊，米糕还是牛洞，好，那就吃牛洞，牛洞就便宜，快点下去，一直跟他说我不渣啊，我不渣，我只是对，就我只是就是
就是对，太难过了，没有啊。这样有很大风声吗？大家这样有风声吗？今天没有吹到水机。啊。一准。噔噔噔噔。又要哪家？我怎么都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直播都吃牛肉。他们都说了，就是我会叫他们猜我今天。不摸摸胸部。很快。哎，我想要借电。这里啊。我可以把我的给你插。布丁狗。你先我的充，你不用拿线。我跟你讲。这一片哦，我以为它是整只哦，就这一片哦，哇，八千块。哦，真好哦，不问号。好，没事，我没有听到。欢迎。可是这个时间问题不是他们就不是爆笑，你错了，当然错了，没有，没错，是我的错，正宫没有做好。我家弟弟要生日，他妈说要给他买 baby shark， 你知道我弟的生日蛋糕，我妈有没有买什么吗？彩绘蛋糕，太值了。突然想到他那天真的是，对呀、啊，哦，然后是什么？我家弟弟第一次生日是巧克力，吃翻糖蛋糕。我觉得翻糖蛋糕很甜，我觉得超难吃，不好吃。它就是好看而已啊。你要什么？美感是最大的。你要吃吗？你要什么？要吃什么？好啊，那一个。那一个。一般的。一般的。我这个颜色真的看起来像没穿裤子，大家如果穿裤子，我还发现。我怕大家不会。你要一般的。嗯。你抓起来，我觉得有哪里怪怪。对啊，抓起来不好看，我觉得拉出来比较中的。那个讯息要写说，太丑了吧？讯息写说中了，我穿裤子。不用啊，看得出来啦，颜色有差啦。我要吃什么？你给我把它吃起司来，还是要吃牛肉饭？我教你。要吃蛋糕吗？好啊。你就这样，随便点。不要，不要。No。他在点。你有喝吗？还没。很甜耶、欸！我刚刚吸起来有那个不知道是焦糖味还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酱油的味道。很甜耶、欸！超甜耶、欸！太甜到！我又好想吃中碗的。你觉得我要吃起司还是要吃牛肉？我不要，我不要吃牛肉。不是想吃起司。可以就加 cheese 啊！哎，你觉得我要吃 cheese 还是要吃牛肉？加 cheese， 加 cheese， 这样好肥哦、喔，这样好胖。没事啦，反正你都要吃牛肉的，那就你要吃牛肉又要吃咖喱，反正没有，我吃咖喱牛肉，不是，吃 cheese 牛，没有。平常昨天吃，他说太咸了，然后迷你碗，
那我定了。它看起来很不好吃。为什么你把它切成那样？就拿一个利一点的刀啦。我想要吃中碗，可是迷你碗我吃了就会饱。中碗的好了。好。好冰啊！第二个脚，你摸得很刚好哎、欸。用具难摸。Hello, hello, Manino. Okay. 用具难摸。看起来很不可口，但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会不会太小片？会吗？还是我这放这个？还是你够了？那这个给你，你那个给我算了。你不整个？你这样哎。别闹了。那先放这。但是我不应该去吃饭。我先放这哦。我刚刚可以说没有吧？没有啊。是在彼岸的马街。我们要货到付款吗？啊。这个要注意，那我最近需要摄取大量的糖分。卡路里。可是这真的太甜了，这真的很甜。这个只是我试试看，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饮料，这个饮料店我还没找到我喜欢喝的。啊，知道 ，Tokyo， 还有那个吗？我用这来背47G。他说露露在栗子旁边又更可爱，谢谢你衬托了我的可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露露。下播不是都吃茄子没有啊？哦，下播。看心情。我都好，我要点。啊？都喝绿茶，因为我不喜欢喝茶类。你知道下播不是吃盐水鸡吗？你家附近？我家附近有一间。我知道。他还有很远。你最好是知道。我知道好不好？你之前有跟我说你要去买咸酥鸡。我知道，是不是？不要说不了解了。好，准备好了。我还没。你可以挂着抢红包。哦，我第一名哎。我还不知道。然后他们等一下会发，你就放着就好。真的假的？你说，欸、他们都、叫我们发就发。没有，他们都会让我发，然后让我去丢菠萝台。要关声音，要关声音，不然哦，不然会有回音。哇，是 Jenny！ 啊！欸，这个我喜欢。不要一直按！噔！那我觉得你吹得到吗？还是你要多一点？快快快！蜘蛛糖出去了。这个不喜欢甜的人，就是不推荐，不推荐。他实在太甜了。我重口味，我重口味的人都没有啦。我觉得是因为他黑糖如果调了会没有黑糖味，可是有点太甜，因为他珍珠又有甜。点个肉不用饼干。他们说你一直洗罐头，快来打两个，给你两个。我的脚还是怪怪的，他进去看嘛，他就说好掉，我今天在走路的时候还是怪怪的，很痛耶。可是我还没找到我喜欢喝的，像。某间芋头牛奶就很喜欢这样子啊，可是我很喜欢喝这一间。我知道啊，可是我还没找到，我一直就是让它还在
保留系。嗯，多几个已经是我最不喜欢。英文名字的那个。嗯。英文名字。C 开头的。哦，嗯，好像知道。橘色的。橘色的。它的饮料杯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哦，对，太多了。然后还有另一件是绿色的，然后是。一个爱心的绿色招牌，就是等。这两件我真的不行。我最喜欢的是，我是蓝，然后皮克夏跟。那个什么，都是水果的。什么？一方？不是，三个字的。三个字？算了，我没有那么常喝，我车子就那几家。大院子。哦。谢谢你 ，Jeff。哔哔。你们知道现在那个吗？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你们知道现在那个日本好像卡拉 OK 的什么 DAM， 就是卡拉 OK 的那个就是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某一个，对，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他说现在免费，就是 YouTube 免费让你唱卡拉 OK DAM 公司 Channel。 好像看到李佳丽 Channel。 好像看到刘雨琦，给他们看，快，不要，不然他们俩要说那个。Penguin， 换新的好用吗 ？Penguin 吗 ？Penguin 这是什么歌啊？哈西的 Penguin， 应该是哈西的吧。我应该没有讲错。他是一个天空的奔跑吧企鹅，那应该等很久。对啊，我上次去拍等超久，然后妈咪就在那边陪我拍，然后还拍到一条线，就是因为他如果没有找到好位置的话，会拍到上面那个光，就是他不是一条是四个面都有的那个。我们那这个我跟雨晴在那边等等超久。对啊，因为他等重新等一轮。他是的 Penguin。而且我这一条会麻麻，那条是什么？你去看医生吗？有啊，有的。好的。散らばった星のどれが一番に輝くのだろう。我昨天直播，然后就大家说到加巴加，我说如果我要学的话，我一定找李佳丽，我保证他一定会。我说保证他一定会。他们说你怎么知道？你觉得不可能吗？我昨天下的电单拿前辈的生写字。谢谢追踪。你们家再也不会有人回来吗？不会啊。吃到线上去了吗？不要。我想接地气。不要坐地板啦。喜欢啦。你这样过，挤出双下巴。刚刚你想说说，我真的想你今天就来了。哎呦！进来点。这怎么办？真的很可怕。加鲜奶啊。我没有奶啊，等下去买。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红豆鲜奶吧，我那时候的超想哭的。你在讲对吧？他原本点了一个，然后他觉得太甜了。然后他就是那个便利商店买了一个牛奶，然后300ml，最少是300ml。然后他就一杯饮料喝到最后不喝了，倒掉，哦不是丢掉，丢掉，因为太多了，然后又很甜，而且好像不便宜，那杯要90，那有80，八十几，然后再加那个牛奶，泥沙下来的都不便宜。阿姐，ありがとう。好吃啊。啊，好吃！那再叫海猫你切一块、啊。为什么要叫他切？我自己切就好。猪猪，没有情侣装，这是韩寒的应援贴，是啊，圣诞贴啊，应援贴。好期待我的。我也期待我。我都感觉快了。AKB48，小宇宙大吉哦。已经领取餐点，好快。最喜欢韩寒，他们在这里说最喜欢韩寒呐、啊。哦，没有，那是我的罐头。哦。那为什么没有最喜欢伯乐？好问题。啊！可爱耶。这个其实换一个，可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颜色要淡浅一点比较好看。所以最后是哪一个？最后是一个口袋的形状。哦，好，懂。可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但姐姐觉得还好。刚漏。啊。最喜欢林毅的谁？这个不是罐头哦。就是我觉得珍珠很好吃，可是这不是，对，对啊，我喜欢吃他们家的珍珠，这个好可怕，哦 my god， 尴尬，还好那应该是水啊，不是饮料，对啊，可是它会透，哦对哦，什么，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我说，你问我这首歌的意思吗？其实我也还真的不知道。你要不也接地气，我跟你坐地上。没有。No。不想坐地上。为什么？因为你脚可以随便放。啊，你坐的地板就干净了。好。点水果茶，真的假的？那我也之后试试看。总共多少？你的是119再加10块，129，不是109。你不是换大的。你是换中的，你知道帮我换的，不是，没关系，没事，没有，我只是说我很想吃，没有走错，嗨，我只是说我很想吃，可是迷你碗的我就会吃饱，听懂吗？我以为你要吃，我要换这个。他们全部给我都这样哎、欸，就是都烂烂。对。那你换这张比较行。两张都难。哦，好。傻哦。嗨嗨 ，Lingo。嗨嗨 ，Lingo。我之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打，然后我就打 Lingo。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不是要骂你狗。哈哈哈哈哈！好笑。反正我现在看到的名字，我叫得出来。五十音知道就好了，就是日文歌词看得懂就够了。来学校请假，上班吗？
好甜哦。大家有看乐团的那个吗？影片。就是我第一次听我那天唱的。看一下留言。林果果是什么？嗯？林果果。林果果。不行的，过铺看人不舒服。所以林姐坐上来，我就说吧。被人驼背。那个谁出来打球？谁要打球？打球？谁？打球？篮球。你我很远。两个问号。嗯，看那个。哦，那个谁？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神奇那个谁叫？好像什么？留言大军出征。好像什么动物生活里面出现鱼？什么？他叫那个名字叫神奇黑雕。你说你会钓到是不是？我帮你买。一直敲，嗯？你的要拜吗？在里面。哈哈，哈哈，你都要玩 Switch？ 结果他在玩。不会，他应该在滑手机。你可以腾讯息给他这样子出来。如果连线那个，如果可以连线我姐就好了，送你一堆东西。我要铲子，我要铲子啦！为什么要铲子？铲子自己用啊！你知道我有高级铲子的 DIY， 就是有那个 DIY， 对，然后可是他没有给我低级铲子的，我就看着高级铲子，可是我不能做，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铲子。嗯哼，结块啊！嗯，荔枝那个手吊是什么动物？熊啊，就是那个面妈妈给九十十一月那一场生日的人，一人都有一只，因为他妈妈在那个时候去日本。有绿人吗？哎、欸，这我超喜欢咪咪妈妈，咪咪妈妈超可爱，而且很好笑。嗯。可是他们有上那个红豆腻，红豆真的很可怕，很腻，它是死甜。面面妈妈，上次阿潘来我们家岛，嗯，然后我就说他想要什么水果，他可以自己拿，嗯，然后就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自己拿，我说真的可以吗？然后就挖了一棵树走了。我们家水果全部都有，而且我们家种出了金色的花了，夸张！你知道金色的花怎么来吗？怎么？金色的花要好像导要到五颗星，然后你的金矿才能做金色水壶，然后用金色水壶浇那个花，它就会变成金色。天哪！超不客气，那个花束很好笑，我姐直接傻眼。可是还好，幸好我们家树很多，它种就有，没事。给你看我画的小橘哦，嗯，好可爱、哦。我画到脱窗耶，而且还帮他画了顶帽子，可爱耶，好可爱。蝴蝶结超难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有一点一点点点，要慢慢点出来。嗯。那怎么画衣服啊？要先买衣服，然后再改设计吗？
什么？就是你要花里程，我去找看看。等你玩。啊！罗拉进去了。没电了，充电器，是这样的，还好啦，你等下你大概玩一下，差不多。跟网络的部分，要连吗？要连的话可以。那这连我的。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开着啊，因为我现在啊，可是我在开直播，然后。没关系，那我自己来。这边弄东西也装出来，打开你看，哎，柏林总在里面。同学偷出来，塞了全部成员的。谢谢王瑞斌的心之光，谢谢。我要去心里出来。我们先开门就跑。再见，告辞。关起来。你还会劝别人家具？为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咬别人的家具？啊哈？什么东西？去别人家都咬一圈别人家具？不是咬，是咬树吧？咬树会掉家具。是啊、哦。嗯。很少，好像你坐倒会有两棵树会掉。我每次咬到那个蜂窝掉下来。它可以抓，你知道吗？我知道啊。然后我就上一次抓成功，我就很开心。我咬的第一次就抓成功。哆啦 A 梦的房间里面有全部成员，对，我可以从我的口袋里面抓出成员来，来，肉肉，你背一背。为什么手机宕机了？为什么没有音乐？抓成员，眼肿肿在哪？风潮流的可以 DIY 哦。对啊，做药。你知道可以做药这件事吧？不知道。哎呀，我最近都。很最近很忙、啊。对，装饰在这里。那天我就是拿着网子，然后就想打他，我就跑。然后当时因为他是直播，然后就开始直播，然后边玩。那时候打我是为了要叫我跟他走吗？对，看着手机，对，走。然后他在我们岛上钓了红鲷，我姐在旁边这样。欸一只好像3000，红雕贵、啊，红雕贵，红雕蛮贵的呢。这有谁看呢？哇，有个万的。没有啊，想要那个，想要那就那个，就是弄其他东西，然后就随便。他买了个口罩，哎、欸，你看你这样戴起来有没有更像野人？你们家是樱桃、喔，你们家是什么树？没有，我们家是橘子。然后不喜欢橘子，我想要水蜜桃。哎、欸，我跟你说，赖姐她在直播玩，然后她就在玩动森，然后结果她居然没有给我登，她没有给我每日登录礼数，害我要从头开始算，气死哎、欸！
含呱呱，我缺橘子，我是橘子，我家是橘子树，我们家什么都有。那我去家挖树，我们家你可以拿我们家的水果回去种，怎么玩？回去种你就挖，你知道树可以砍真是吗？可以太多，怎么砍？拿这个，拿这个。然后你再砍他，又干啥？我怎么给你砍？倒了！哎、欸，我把你那两颗砍掉！你不要砍我家！还不是要砍掉？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在拿铲子挖起来的。Oh my god！你现在在玩吗？你看前面在玩那些你没有铲子。我就跟你说我没有铲子。抱歉，我忘了你家的商店也太远了。你真的有在玩吗？我也是最小的。我有空的时候才玩。我只考生呢、欸，是 Hello， 260块，又买了九袋瓜，对，莉莉岛很平静，好可爱的我姐，姐，为什么？会不会就在家里，把家里贵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卖吧。我还在还债耶，你可以先存钱嘛，你知道他的钱就是每天都会，就是你存进去他会有利息，是啊、喔、嗯，是啊、喔、我不知道耶、欸、放假的啊，只有这种我们家已经五位数了，可恶，你是不是很喜欢买一堆有那个，嗯嗯，这个很有用，你买不起，因为我本来去买头发造型，衣服设计，好，下次我帮你破破礼数好了，我真的要灭我姐，问她在哪，莉莉家太穷了。哦，你要做地板，你要过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要入境。我超穷的。喂，你在哪里？他买四十九，哎，你的。哦，好吧，拜拜。没有啊，白你说。嗯，我本来想说要叫你玩一下 Switch， 因为你家力实在是太惨了。快开快开开开开开开快开门！哎、欸，你的钱你没拿？没拿，欢迎送。欢乐颂，我后悔了，我应该叫咖喱牛肉饭。慢慢打给他了，他是问的啊。我们晚上call啊，好，等我回家。晚上，好。嗯，这个我去取麻烦。要不要先让他去充电？姐姐，我可以先帮你整理一下。姐姐，
他没有，他没有那个 BB 卡。等一下。也祝令狗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哦！母亲节快乐！哎，你的是这里。哎，你姐很厉害，玩动作玩人家。嗯，我一直不敢让别人来我的岛，因为真的太强。我刚开始也是。他的岛完全没有东西耶。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才玩多久而已。你有卖？你有卖？我上次。你知道你玩的比我久吗？你拿到动身的时间，可是我实际玩的时间没有那么久。哎，拜托，我上课就上几点？你要卖掉我的那个吗？我平常上课没有哎，可是我把它，我把它放在那个家里面，什么东西有？对啊，你干嘛把那个放在家里面？然后今天把狼叔放在家里。神仙鱼吗？我应该拿去博物馆给他，然后之后就他们说开始一直卖吗？有啊，我有。我要把它拿去那个哎，我要把它拿去博物馆。我一直到很久之后，我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还有博物馆这东西。我上次就去博物馆，以为是博物馆，去博物馆的博物馆后面。不好意思，有汤匙吗？有啊，在里面。你先拿。哎，李彩姐，你把我汤匙拿走了。那我们是两个姐姐，啊不，两个对姐妹。他给好多汤匙，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多，他一定是抓一把，因为里面的餐具都是很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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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好，加了，加了，管会吗？不会啊。Love you。然后我突然不想吃起司。好。想怎样？其他问题一堆。我就你又有什么借口？你又有什么借口？没有，我就毛很多。动身完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借口？我只考生啊，烦呢、欸。你对里面的库里对得起他吗？没关系啊，考试加油。他的生活就跟我一样惨淡，我就毛多，对，只考生最大，唉 ，QA Q 大家，什么东西？等一下，干嘛？没有啊，让他酱啊，就是他们说好熟，不要让那个 Mark 入侵。就我刚才才这样讲，可是，我觉得比较特别 care， 应该都没事了。Miss you。Forever。你有口罩？嗯。奶油搅拌器。他给我一堆东西，可是他就是不给我铲子，所以我现在没有铲子，好可怜哦。我可以在玩的第一天就拿到了梯子，然后你已经玩那么多了，这就是药啊！这已经被那个蜜蜂叮，你就、啊、我已经用好几包药掉了，因为我一直被蜜蜂叮。所以要定时那个找栗子玩。有过河杆子，没有杆子，我只有梯子。而且梯子还是林一做给我的。所以我现在就只有在我
我自己的本岛里面，我都还过不了河。太废了吧！我就说我不会玩游戏哦。对，我玩这游戏都怕成员失色，猫公无法生存。而且我又不是只有，我又不是只有要考试，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太可怕了。那你时间？时间不够用啊。那个刚好熟的感觉。那个啊，持续按。你要跟你的邻居对话、啊，不然他离家出走。啊，真的假的？他会搬离你的岛。啊？我都没有跟他讲话哎、欸。他以后，他之后连，他会不会之后连邻居都不会有？你不能歧视我们岛。那写信を微笑む四年の水木の二人。赶走动物。出る時は気づかないことがある。あれきり、それきり。我感觉这很废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不知道能干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没有进度哎、欸，可是真的不是我不玩，是我每天的时间只够我打开来零里数，然后下线。翻开买了，真的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不玩它，就是没时间。我昨天10点11点就阵亡了。我昨天晚上5点吧。就是我想说想要起来跟波的聊天，我就一睡。波的真特别。然后没有，我没有跟他说我要聊，可是就是大家都遗忘了。没有遗忘，是不小心睡着。挑拨离间。啊！你看他是暴。没有我。我有一天也是这样子，就是在等他，忘记他在干嘛，我就在等他聊天，然后结果就等，结果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你好好打给我，然后结果等，我就戴着耳机睡着，然后结果他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惊醒，然后就是等，我说，天，我怎么睡着了？妈妈把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什么东西？哦，因为我不知道放哪里。难掉了。九蛋，你不要挑拨离间了，等小心我把你电掉了。九蛋，我照你，九蛋你。对啊，要休息到，所以昨天我就真的不行了，我就这样我就倒了。你家好像浴室的、对啊，我也觉得。九蛋白，九蛋白，九蛋只会呛而已。九蛋白，他不在位会呛你的。啊？他不在位会呛你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我都欺负你？不会啦。你有博物馆吗？没有。为什么刚刚讲的好像你有博物馆一样？我没有博物馆。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最初始的，刚开始玩没多久而已。对，然后有去过人家的岛，就这样，然后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游戏就是要有朋友，你看起来是。我没朋友。没有朋友，跟现实生活一样，没朋友，还只能当人家小三，你那么悲哀。你这是什么多余的东西？看不懂呢，为什么要把瓦斯炉放在外面啦？哦，没有，我就只是
想要清背包，然后就把随便乱丢。对，我就边缘人，我的朋友就大家所见的这些。金之冠杀手又没有了，哎，加把加还。有，我听到。谁加把加？加把加，加把加，加把加 ，All night long。加把加，加把加 ，In the groove， yeah， 不加不一起我。对，是要支持得出来的朋友输，对，好边缘。等一下，为什么星星你要去哪？你有博物馆，只是你没有盖。他说。你要盖在哪？这边。啊、哦，难怪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他好像有跟我说他的博物馆。啊、哦，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耶，怎么办？有钱的，有钱的。哎、欸，你看，人家有钱洞，可是你没有产权保护起来。我怎么没看到这个啊？很讽刺哦。对，好讽刺哦，居然没有那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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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帮你盖这，我帮你。对，我倒办，我倒办。谢谢路上小心哦。好啊。没有，他要赶回家。突然耳鸣，好，就盖这。然后斜坡。离斜坡太近，那你砍一棵树。我本来想帮你盖这个，那盖这，对，好。朋友，1500，1500。啊，哪里1500？1500就是，看得到吗？这是什么？这是1500。我问你，他是什么种？你跟我说这是1500干嘛？他跑走了，我没有抓到1500，抱歉。谢谢西西的看好你哦。就决定是这里。哦，好帅啊！这游戏好难玩哦。对啊。这么觉得，哎，这样装下。你看一下是按哪里啊？我们都按哪里？才有最好的一局。真的。我想说是什么东西，他居然跟我说是1500。哎，主机电池已经快没电了。李彩杰，充电器。怎么办？我不想吃了。你要吃什么吗？我不敢吃臭。好吃。你吃饭，我都吃过，挺好的。我直接昨天让我买了一只恐龙，对面，我超开心，而且那个恐龙会喷火，太巧了，嗯，没有跟我们分享，超会，哦，这样，还有最后一集 TV Band， 你知道我又看到差点哭哎，可是我在学校看的，我告诉自己不能哭，因为那会很好笑，就是同学会想说你怎么了，为什么要突然哭，然后我就坐在位上，我就这样。因为他有吃饭时间，我就边看，然后边吃的。我过敏，他囧的。没有没有，然后我就默默，因为我是边缘人，没有啦，其实是
就是学校规定说不能聚在一起吃，所以我就边缘，我就自己一个吃着我的午餐，看着那个 TV 配的影片，默默哭泣。对，看到你想哭，就是然后把那个要把眼泪收回去的。为什么我没有？就我就坐在位置上，就这样吃，然后发这首歌是什么歌啊？那个初日啊。哦，难怪觉得很熟。就这样，然后就是快到想哭，可是又觉得不行，不能哭。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乐团的所有事情都还蛮就是 touch 到我的。对，原来是眼泪，我家的泪，所以这么咸。ずっと待っている一つだけ一度願い叶うまでスポットライトがこんなに優しいなんて長い夜が明けなさいのようね。他们欺负你？没有。没有啊，那大家看完有什么感想吗？没有，我以为你在说你同学欺负你。没有啦，他们在说被你是不是？对啊。休んだ時、悔しい時もある。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留言。アンコールが遠くまで聞こえた。大家请以后多多教佳丽如何玩动物森友会。我不止动森不会玩，很多人都不会玩。会啊，你应该会玩 Just Dance。嗯，会。对啊，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在如何研究如何跳舞跟如何跳舞，对，还有如何唱歌。对，我最近都在做这两件事情。我就觉得，感觉大家都好多才艺，然后我都没有。就大家，而且很多人大家都会玩游戏，我都不会玩游戏。会不会啊？我都不会。我只是玩比较久，朋友比较多而已。不会玩游戏。大家怎么办？他是没有铲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有人可以？哈哈，小香香，我一整个粉丝，粉丝先弄来了，看来大家很。不是真的，真的，我真的吓到哎、欸！我真的是，他说，就是我看到那个287是287，对，好像是287，我没有记错的话。哎呦，啊，我没有讲到我跳。然后我就这样，就是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287，就是我好想哭哦，就是差一点点啊，我又没有讲到啦，谢谢于伟师。会没有，就这样，哦，只是感觉被吓哭，哎、欸，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很想哭，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就是就这样结束的话，我一定很难过，而且是超级难过的那种，不是，然后那时候还有就是。哇，你们不懂啦，就是很想哭啦。我那时候看你在介绍的时候，大家我们是 TVBand 男生，就是边唱中间那个间奏、我听到这个介绍，我突然一个很想哭。对，就一个感觉，可是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不行，秋葵不行。不行，那有秋葵的味道。你姐女神超爱吃秋葵。对啊，她居然有办法。我是因为秋葵点十分。我是因为什么东西秋葵点十分？她之前点这一家，然后没有点牛痛，然后秋葵点十分让她宵夜。
一份40块。然后他说，因为只有一点点。我就会看他吃，所以我才吃的。什么？哦，他吃球葵。嗯。我这部分我没有办法翻水偶像，就像薄荷巧克力，我也没有办法翻水偶像。不是啊，我觉得食物就是你要去尝试，你没有吃一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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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啊，一千五，一千五，你不要跑，一千五啊，抓到一千五了。它叫虎甲虫。哦，原来是这一只哦，我真有抓过哎。没有薄荷，我不敢吃薄荷。我也不太敢闻到薄荷的味道，就是什么万金油、百灵油、绿油精那种，我都不太敢。我以前不喜欢吃茄子，也不喜欢吃青椒，我不喜欢。我以前也不喜欢吃香菜，香菜尝试之后，不行，那个口感我真的不行。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懂。香菜好吃的，好吃的。大家可以去 TP Band 的影片下面多多给我们鼓励哦，对，鼓励多多什么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微鼓励 ，mini 鼓励，微鼓励，微鼓励。嗯哼哼哼，对，多多给我们鼓励。不要乱花钱，你知道吗？好，是的。这个游戏都被你当败光光了。你要如果看到蝴蝶，你就对着它一阵乱挥就好了。地上爬的可能是还在看一下，嗯。谢谢大家给我们福利，我帮你抽到1100了，1010。而且你哪来那么多蛋啊？哦，从你家来。我去偷人家的蛋，因为我觉得那个蛋壳。我拿到什么？你真的很多乐事。好，准备好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肉肉。哦，钱完了。没有抢到。哦，谢谢一位师，抢到了。没有抢到。没有抢到。等一下，太多，然后都没有抢到。两个而已，不是吗？哦，可能刚之前。哦。再来，好啊，谢谢。I'm ready。哇，谢谢。我21耶，你多少？没想到。嗯。今天刘海有点短，好像有点呆。哦，讲完了。你们手速很快耶，好厉害哦。哦，讲完了。对啊，我都抢不到了。这首很好听。姥姥 QQ 不要这样子。我自己没讲到，原来你的份被莉莉抢走。好想听哦。在这里。剪刀石头布，很久没鼓励吗？海海森雷，维护熊熊忘记那个大岛优子前辈的那首 solo 曲叫什么？哦，想到了，我很喜欢那个米娜米前辈毕业歌，毕业曲。哦，你说那个
就是接蜡烛那个。嗯，那首歌我看了会哭哎、欸。拿起那个，喜之的舞，阿里喜之的舞，阿里嘎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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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首很好听，就是这首是娜娜前辈来那个小巨蛋唱。哈哈特地命我说可以开冷气。你妈咪在看是不是？对，她知道我在了，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但你妈咪应该知道我在这。他说：“谢谢妈咪。”哦，还有那个哎，有特效哎！啊，好可爱哦！嗯，大家赶快去跟妈咪说谢谢。他居然闪退！赶快！然后就说谢谢妈咪有那个，有可爱的特效，有可爱的特效。结果他说我都热，请妈妈接红包。对，泣きな泣きながら微笑んで。今天好卡痰哦，不知道为什么。给妈咪，对，给妈咪的康乃馨。开灯啊！你看，我帮你把萤火点起来。谢谢，哇，好温馨。你点起来很讽刺哦。他远看好像人家地板烧起来。好久没听这一首。母亲节快乐，妈咪母亲节快乐。连电扇也没开，有开啦。妈咪说：“谢谢大家的红包跟康乃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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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就觉得我今天臭臭的，全身就是还好吧，就很热啊。有放想用过裤，一直在这里。我跟你讲哦，你真是超夸张的。他到现在，他有了梯子，他没有铲子。他最普通的铲子他没有，可是他有二代铲子，他自己超厉害。我的梯子是林一送的，是人家送他的，跟你一样不是送的。他真的什么都靠朋友，他朋友真的是超厉害。是我看过的那个梯子吗？对，说要加推你的那个。你看那横城都放闪光，哪有？可是他还是最好，他还是最爱林杰。就是我连林杰，连我都比不过林杰。他会把林杰的睡前声插在他那个刚起床的。这么爱林杰？对，我非常生气。没有，好不好？西西，你要不要体验看看我生活，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的刘海这么油了。而且现在是夏天，好吗？嗯。怎么再次了？我想要听表面上。给你给你，谁能跟你一样？哎呦！给你给你，谁能跟你一样？什么东西？手机全外放，立刻。我今天太开心了，因为有我分。对，因为有你在，还一起进来。明明就很香，一靠近就闻得到了。第一名是星星，现在你现在还好吗？我现在前后啊，我现在全身绿的肉肉当家。上车的不是男生，那个你妈母亲节快乐，辛苦你妈带你生，想身兼母职的例子，我没有身兼母职啊，辛苦人家带你在生下来，没有思想，对啊，是不是？没有，就是我的台就是上榜，大家都会打一段话。谢谢谢谢谢谢，第二名是林果果，谢谢林果果，谢谢谢谢。等一下，我先放。一般的，我想再听一次。天气好热热，不要让你吃早热晚在这家动物朋友。今天辛苦啦，谢谢 Kira， 谢谢。第
四名是 Eddie。然后也大声。耶，终于采购了，也不知不觉观众同学让你黏着栗子不放。好，我要把你们黏在糖坑底。嗯，喜欢国立坚持先这样吧。你那的各大音乐平台，咱们别再往下采购，别再高兴了。谢谢，谢谢 Eddie， 谢谢。谢谢，第五名是瓦瑞比，艾比夫拉辛苦了。嗯，看起来很乐观，看起来很单纯的，没得到坏人生，真的。嗯，那都可以演是有缘人，抽到李晴了，恭喜恭喜，抽到李晴的名字啊、哦！恭喜，特别抽出到合作一下。28号不能抽，28号也不能上人。哇、哦，这么多，谢谢，谢谢，谢谢瓦瑞比。第六名是林果果，林果，林果，林果果，被那个，哎、欸，是为什么会变林果果？因为我要打他名字，可是不会打。嗯，林果，所以我就林果。林果第七名，谢谢余伟斯，谢谢谢谢余伟斯，赶快来找我啦。第八名是幻影战士，呀，艾丽海加跟不会算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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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算账不会算账，谢谢。第九名是傅维，接力子讲太 Q 了，哎、欸，有改吗？傅维你有改吗？怎么好像有点眼熟呢？泳装粒子，你说那个期间限定那个吗？第十名就是那个诺拉穆恩的那个泳装。谢谢第十名的扎卡，我是那个支持那个支持那个，我现在加油啦！然后伯乐 QQQ 什么？我还是爱伯乐，为爱柔柔。耶、yeah ！第十一名是九大，你是要求都是解除库里赛。房间到了场所，你家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谢谢九大。第十二名是九啊，感谢你。第十三名是你，然后我要解释，我喜欢李诞，最爱林依，虽然最爱林依，但我不理李哲。好啦好啦好啦。第十四名是明，第二名双主播快乐生日，第二名是嘴边都太可爱了，那你赶紧把妈生日的男生母亲节快乐，谢谢明。第十五名是 Popo， 谢谢 Popo 没有更新耶 ，QQ。我谢谢小孩。我只说晚点再给你啦。耶、yeah ，谢谢，谢谢洛洛姐。大家记得赶快去指定上写真哦。对，指定我们两个一波。下午就好一些，下午你还是给我乖乖去躺好睡觉好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对不起，我靠在顶，我远一点。好，白的栗子，黑加力，白加力，那进来一点。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那张照片，白加力的。短发最可爱了。来找找看我之前长发的照片。长发也可爱，长发不一样的样子。短发妹子最可爱了。嗯？好怀念哦。不是从这样变这样。我知道啊，我还记得你长发的时候。伯乐不在就这样，没有我，我是伯乐的，伯乐的。这是我的头发进化史。你有这么长过、哦？好啦，要说拜拜了。大家拜拜。我的镜框也有换哦。这大西洋的彼岸，天天那个嘛。对，要浪一起浪。而且我那时候就是一剪就自己剪超短，剪这样帅啊！我之前那个跟现在又不一样。长度不一样，而且分的剪法不一样。嗯。
好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晚安。Good night。晚上记得看菠萝直播，九点。九点。拜拜。拜拜。